今天这样多人，谢谢，非常感谢我们的立新娱乐制作的制作人陈志伟大哥，以及谢谢我们的乐队老师，以及灯光音响，还有我们的伟良姐姐来接主持。啊，哇，今天这样多人，真的很开心，也开心。今天刚好是七夕嘛，我在这边呢，祝大家情人节快乐。OK，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第二首歌曲呢，带来比较轻快的歌曲，一首来自曾心梅的《天公天公人》，献给你们，谢谢。来自台湾华侨的赖慧蓉，接着微信上来宾继续安排，真心免得后面过来听，谢谢。小心